你在干什么？反正你也不会交代军粮的去处，在我身边也是累赘。我想，不如一刀杀了你算了。你杀了我吧。 腿受伤了，还上来做什么？对不住。 你有什么对不住我的？其实当时我把你刺晕之后，我很快就从地窖上去了。我以为他们不会对老张和婆婆下手，我以为我一定能找到时机救他们。我自诩聪明能干。 但是我没想到，最终还是没能救成他。我看到你在老猎人夫妇墓前放的花，还刻了个恩字，我就知道你一定会后悔。
我已将他们安葬了，我只恨没能救成他们。你病了的时候，一直都在喊阿娘。小的时候，我住在边关要塞，有一日，城中所有的男子，全都出城打仗。 没想到，却又另一股敌人绕来袭城。当时我阿娘一直喊我，让我从地井爬出去逃命。剩下城里所有的妇人，一起力战，直到最后一个。等我和爹爹回来，看见我阿娘。 看见他们所有人的尸首都被吊在城墙上，他们的血把城墙都染红了。我记得，朝廷曾经表瀛州将军娘子为武烈夫人，当时接朔西城，武烈夫人力战不退，以身殉城，所以。 你娘也是娘子军中的一人，是。朝中竞标只有一人，但当时守城的娘子军一共有129人，他们每一个人何尝不是儿女的阿娘？他们每一个人。 又何尝不是阿娘的儿女？但是他们为了救更多的人，依然赴死。我阿爹问我，还记得你阿娘最后跟你说的话吗？阿娘，听娘说，你爹爹现在一定正带着人急速往回走。现在出门以后往西走，一定能遇见你爹爹的，知道吗？快走。 爹已经杀起来了，你竟然会死的！好孩子，守城是娘的本分，你还小，活着才是你的本分，知道吗？阿娘，我不走，我死都要跟你在一起。好孩子，活着才有希望，活着才知道娘亲到底为何而死。 活着长大，将来你才能够帮助更多的人。我希望有一天，娘的阿姨也能救很多人。走，快走！我不走。走。 只有活着，才知道我为何而死。只有活着。